请掀开经本第三面，经文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三行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。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句，这一句里面含义很深很广，行是菩萨生活的行为，也就是说菩萨的生活，菩萨的工作，乃至于处世待人接物，我们一般所谓的应酬，凡夫与佛菩萨就近有哪些不同？愿是希求，是希望。凡夫心里面希求的是什么？菩萨希求的又是什么？我们不能够不知道。生活行持，实在上讲非常繁琐从哪里说起呢？世尊在一切经论当中为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规范纲领，我们掌握到这些规范纲领，这就有门路可入了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，我们在许多纲领当中选择了五个科目，第一个是三福。上一次跟诸位报告过了，三福成就自己德行，可是人决定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生存，人是社会动物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在生活里面一定要与大众发生关系，如何与大众们相处，这就要讲到六合了，所以六合敬是世尊给我们定的处众的规矩，处众必须要遵守的原则。66条，六条里面都有和，不但要和，而且要敬，就称为六合敬。去年明山老法师到新加坡来，他给我们写了
六合敬，我们也复印了很多，流通的都很广。这个六条，只要是学佛的同修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无论你从事于哪一种行业，都非常重要啊！念念不能够舍离啊，要把它常常记在心上，认真努力地依教奉行。第一条啊，叫见和同解。今天社会上许许多多人都将和平共处啊，共存共荣这个口号挂在口头上，虽然普遍的在宣传，可是效果未见得理想啊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虽然喊和平共存，用什么方法达到和平共存没说出来。如果说没有理论没有方法，单单这句口号当然是落空的。佛教给我们这个第一条啊，见和同解，就是理呀。和睦的基础建立在这一个理念上。见思想见解。如何能够做到同解？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建立共识。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见解，共同的认识。这个是和平相处的根本。那么相同的见解，相同的一个想法，标准在哪里？假说他的思想见解正确，乙也说他的思想见解正确，到底谁正确？我们要依谁呢？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在今天末法众生啊，就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讲的，刚强难化了，都以为自己对，别人是错，自以为是，人人都自以为是，所以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冲突，哪里有和平？我们看到都是斗争坚固啊。要消弭这些斗争，一定要建立共识。佛给我们讲的标准好啊，我们听了佩服，
肯定能够奉行啊。佛是用什么标准来建立共识呢？佛给我们说，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成见都放下，把自己的想法看法都放下，那不就同了吗？这个高明啊，你看佛并没有自己说你们的知见是错误的，我的知见是正确的，佛没这个说法了。佛要这个说法，我们听了也摇头啊，释迦牟尼佛你也未必正确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？佛这么一说，我们大家都把这个想法看法统统都放下，这样正确我们可以接受。所以诸佛如来没有牵着我们鼻子走啊，教导我们人人顶天立地。所以佛法中说佛是无依道人，佛不依靠任何人，佛教我们也不依靠任何人。你看这个一入佛门受三皈依之礼，三皈依佛没有叫你皈依他了没有啊？他叫你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佛是觉的意思，自性觉，你皈依谁？皈依你自性觉，自性觉是佛宝啊。皈依你自性正，自性正是法宝，正知正见。皈依自性净，自性清净心呢，这是三宝啊。所以皈依叫三自皈依。释迦牟尼佛没有说你要皈依我啊，没这个说法。所以佛的伟大之处啊，在此地，值得人尊敬，值得人佩服。佛这个说法是真理，可是我们凡夫业障习气深重，我们实实在在没有能力回头啊！我们从迷回过头，以自心觉，很想这么做，但是做不到。什么人能做到呢？能做到的人，我们不称他做凡夫了。在大乘法里面，这一回过头来就超凡入圣，经上所讲的初住菩萨真的回过头来了。初住叫发心住，真的从迷回归到觉悟了，发心住了。可见的一回头，从哪里回头？从迷回头。迷了才有六道，迷了才有十法界。所以从迷那里一回头啊，就是从六道回头了，从十法界回头了。那你这一回头就到哪里了？一回头就入一真法界。
这个是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真诚的期望，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超凡入圣，真是慈悲到了基础啊，关怀爱护到了基础。是以真实至善之法传授给我们了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真正达到至善圆满的成就。这个是佛的心，是佛的愿。我们从一切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回过头来，正知正见，正知正见，《法华经》上讲，佛知之见，如来在果地上的知见。怎么一回头就跟如来果地上之间一样呢？一回头就称性了。如来果地上的之间是自信的之间，本性的之间，正是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所说的本觉本有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为什么我们本有的佛知佛见会丧失掉，不起作用，变成邪知邪见？关键就是你一念迷，迷了就把你自信本具的真知真见变成邪知邪见，这一回头，自信里面的智慧邪见，就自信法宝啊！迷了自信，我们本具的德能也起了变化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生死烦恼，变成处处都是障碍，业障现前了。所以我们要皈依净，从一切污染回过头来以清净心恢复我们自信的万德万能，所以这个三皈依佛是体，法是智慧，身是作用，从这个地方建立共识，建立见和同解，那还有什么话说？当然让九法界众生真正是心服口服啊！可是我们业障啊，实在是太重。习气太深，我们转不过来。换一句话说，很想回头啊，回不了头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来一个暂时的方便法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方法是暂时的。
对于初学的凡夫有用处。我们就要找形象的三宝做依靠啊！就是释法里面讲呢，我们得找个靠山。佛，我们找谁呢？找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不错。实在说，这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愿望。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跟阿弥陀佛学。你看经上赞叹的啊，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把阿弥陀佛赞叹到极处啊！我们要是以阿弥陀佛做老师，皈依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的愿望，释迦牟尼佛欢喜啊！你真的听话了，你真的懂事了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阿弥陀佛无处不在。这个话呢，又讲玄了。无处不在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？听不到他，接触不到他？他真的是无处不在，我们肉眼凡夫见不到吧？但是世尊给我们讲的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观无量寿佛经在，经就是佛，佛没有离开经啊。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做，就是皈依阿弥陀佛，就是亲近阿弥陀佛，就是学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样样都圆满，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欠缺，是我们一生做人修行最好的榜样。所以皈依阿弥陀佛，佛宝啊落实了，皈依佛落实了，皈依法也落实了。法经中现在所传的无经一论，在所有宗派里面，所有法门里面，经中经典的分量最少啊，非常合乎现代这个时代。现在的时代大家分工很细，工作忙碌，分秒必争，大部的经论我们很难接受，经中的经论就容易多。如果实在工作繁忙，无经一论呢还嫌太多，无法受持。无经一论里面随便选一种，你一生受持奉行，戒得圆满的利益，那这个就方便多了。
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最详细的无量寿经，五经里面最简单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全部经文只有244个字，比诸位平常念般若心经还少，般若心经260个字，它只有244个字，哪有不能受持的道理啊？一定要做到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那才是真的皈依了，真的回头了。所以我们读诵经文一定要深解意趣，我们对经典要明白要了解，解得越深越好，这个浅解不行啊，要深解，不断的深解，从我们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不能够间断了。这个经有多深呢？给诸位说，其深无底，其广无边啊！佛经的意趣是诚信啊，所以它的深广也诚信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要从这个基础上建立共识。依照佛的教诲，刚才说过这是初阶段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都是以自信三宝啊，那是真实法，不再是方便法了。你看佛法多么殊胜啊！共识有了，那还得要讲究方法，用什么方法达到和睦共处呢？持戒，戒和同修啊。这一个戒字跟菩萨六度里面那个戒持戒意思是相同的，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啊。所以诸位一看到戒和同修持戒，往往我们想的很自小，像五戒啊、八关斋戒、十戒啊，乃至于在家菩萨们呢受的菩萨戒，把这个范围想的很小很小，这个错。六合敬跟这个菩萨六度里面讲的持戒广义的，广义要用今天的言语来说呢，守法啊，说守法大家都好懂啊，这个意思就广了。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对我们的教诲，我们都要遵守啊，不仅仅是戒条啊。
不但是要掌握到纲领啊，还要知道细心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微细的细节都要遵守啊。如果这些微细的细节你疏忽了、忘掉了，你是迷惑颠倒，你还是不觉。不仅是佛的教诲，国家的根本法宪法，除宪法之外，地方上他们的法律法规，乃至于风俗习惯、道德理念，这个没有文字的、不成文的法，我们通通要遵守。所以学佛，一切诸佛菩萨是最守法的人啊。最懂得守规矩的人，这是佛菩萨。佛菩萨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，戒和同修啊，就是教给我们要守法。一般人这从少到大，年幼的时候要接受父母的教诲，要接受老师的教诲，这个都是受罚了。要从小养成受罚的观念。我们学佛从一入佛门就要培养受罚的观念，只要能受罚，决定能够跟大众和睦相处。然后落实在生活上，身同住啊，大的环境我们跟许许多多众生先前同住在这个地球上，要爱护这个地球啊，要时时刻刻懂得保护我们生活的环境，我们享受也要让别人享受，我这一代享受，还要想一点，想到还有下一代，要想到让后人有好的享受，这从大环境的。那么再缩小，我们这一个国家跟一个人相处。再缩小呢，就是这一个社团，像我们居士林，这是个社团啊。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同修，同修们选出这个社团的领导啊、领长，以及这各个部门领导的干部。他们也制定一些法规章程，我们是这个社团的一份子，社团里面的规矩统统要知道遵守。
在家居士们，你回到家里面，你这个家庭是社团里面最小的，最小的社团。你一家人要和睦啊，一家人都能够听佛的教诲，接受佛的教训，依照经典里面的话去做，你一家和睦。所以这是我们讲身同住啊，一定要晓得我们跟一切众生共同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啊，怎么能不爱护这环境，怎么可以任意的去破坏这个环境，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很广，要细心去体会，念念维护社团的安全，念念呢想着社团里面所有大众的幸福美满，下面一条佛教给我们，口和无争啊，佛知道一切众生所有的一些误会戒欲，十之八九啊，都是言语造成的，所谓是多言必失，话不要讲得太多，太多了容易失言，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猜疑，于是就与人结怨了，戒怨之后啊，这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！啊，有意无意当中啊，造成菩提道上啊许许多多的障碍啊。所以古德教导我们：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啊！你说这个多好呢？当我们想说话，这个话到口边，阿弥陀佛，变成阿弥陀佛就好了。这个法是很妙啊，口和无争，真正做到口和无争，就是一天到晚见到人欢欢喜喜阿弥陀佛，不管人家给我们讲什么话都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好，心平气和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言呐、啊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全叫妄语啊！念经也不行啊！啊，念佛才能往生啊，才能成佛啊！啊，念经还会打妄想啊，妄想夹杂在经文里面，那个经念的没有效果，没有用处啊。所以古人讲，念经不如念咒啊，念咒不如念佛啊。为什么呢？佛号最简单，妄想呢很不容易夹杂在里面。越是长越容易夹杂。你们想想看，
你念个楞严咒，一定有妄想夹杂在里面，时间太长了，我们摄受的力量不够啊！念个往生咒，往生咒就比较短很多了，精神集中，自始至终念一遍，大概还不至于夹杂。如果你一下念个30遍、50遍，决定有妄念夹杂在其中。佛号简单了，我过去传授大家，就是念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，念10声，一口气念10声，这个10声里面不夹杂一个妄念。一分钟可以做到，我们一分钟这个摄受力量有，5分钟就靠不住了，一分钟力量还有，所以每一天你的一堂课就是一分钟，十句佛号。这个十句佛号跟大势至菩萨所讲的念佛的原则相应，他老人家叫净念相即，净念不怀疑不夹杂，相即呢，我十句佛号一句一句相续啊，十句啊，这就行了。一天念9次，最少的当然是越多越好，至少啊一天要念9次，养成一个习惯，这个是真正的一向转念。又有一个恳切的愿望，求生净土，做到一向转念，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，所以别小看了啊，这个一天9念它真正有效果，它是属于净念相继，所以一定要做到口和无争。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有什么好争论的？人家赞叹我假的，别关系，不是真的，人家诽谤我、侮辱我也是假的，何必生气呢？他骂别人，你为什么不生气？那不是骂我吗？骂别人，你没有接受过了，他骂你，你接受过了就生气，你把自己也看作别人，他是骂别人嘛，因为我不相干嘛，你就不会生气了吧？我是假的，名是假的，相也是假的，人家骂，人家侮辱，实在讲跟这个名跟这个相相风马牛不相关嘛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明了事实真相了，再是学佛懂得一点道理，他骂的时候啊，阿弥陀佛，谢谢，消灾免难嘛。他是我们的大善知识，大恩人呢，他每一句都替我消灾，我们的业障就消掉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你能够欢喜接受如如不动，就消业障。你要是把它全盘接受过来，自己在那里生气那你是造业障。你看一个消业障一个造业障，就在那一念之间。
那转过来的时候，不但不造业障啊，反而消业障。佛真有智慧呀，教我们这个绝招啊！所以，对于一切冤亲债主，我们每一天将修集的功德回向给他们，报他们的大恩呐、啊！这些冤亲债主啊，天天给我消业障啊，我们的业障无始劫累积到今天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！亏得这些冤亲债主天天为我们消业啊！诸位要知道，每一天赞叹你的奉承人的，消不了业障。赞叹多了，功高我慢，他又生业障了。口和无争，要晓得怎么去做。意和同愿，真正修学相应，如法了，你必定得法喜，法喜充满啊！你的生活快乐，真正是所谓的利苦得乐，你真的得乐。这个得乐，诸位要记住，不是说你得财富，也不是说你得功名、得富贵了，不是得乐啊！乐与功名、富贵、财富不相干呐、啊！你要不相信，你可以去问问那些很有地位的人。有大财富的人，你问他乐不乐？他不乐，他一个人不敢上街，怕人家要暗杀他，天天提心吊胆啊，生活在恐惧当中啊，有什么快乐？啊，出门要好多保镖，你看可怜不可怜？哪有一个穷光蛋，哪里都去，多自在，谁也不怕，跟谁都欢喜，乐跟那些没有关系。而真正之乐呢，法乐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明白了，那才得乐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能与理相应，与这个道理相应，与事实真相相应，那怎么不快乐？意和同愿，我们每个人都依照无量寿经的方法、理论、境界来修学啊，都学习阿弥陀佛，最快乐的人，事出世间再没有任何这个快乐能比得上念佛人的快乐。修学其他任何法门也比不上念佛法门的快乐。如果你要说我念佛念这么多年了，念得很辛苦，一点乐都没有。这什么原因呢？是你还没有入门啊。你念得不相应啊。天天读经，经里面讲的道理
没懂，啊，没清楚，没搞明白，不能把这些道理用在自己生活上。所学非所用，你的苦就离不开了。如果你所学习通通能落实在生活上，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能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，哪有不快乐的道理？西方称为极乐世界，我们现在虽然没到极乐世界去，极乐世界的气氛呢有了，极乐世界那个快乐有了啊，现在就能得到证实。这现在是花报，证实果报之殊胜。幕后一条，利和同居，这一条重要。佛说法往往最重要的是第一条跟最后一条。利是什么呢？指我们个人的福报。利和同均，这个意思就是有福共享啊。我有福报，与一切大众共享。他有福报，我不必想他。要有这个认识，我有福报给人家想，人家有福报我不要想他的。我们只有付出，没有求取，你的心才清净，才相应啊。我有福报供给别人想，人家有福我也想啊。这样就变成有报有偿了，有报有偿，这是往来有往有来啊，这是做生意买卖了。这个没有觉悟啊，真正觉悟啊，只有奉献啊，没有求取。你看你的心多清净。都是在设在给诸位说，真正能这样做，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。为什么呢？自信里面本具的德能显现了嘛，自信里的障碍清楚了。我有个念头要享别人的福，这是障碍，这个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！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，称心的福德现前。我们看经典里面讲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，那一种殊胜庄严，不但人间没有啊，大梵天也没有啊。他这个福报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修的，诸位啊，不是修的，自性里面变现出来，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。只要我们认真去做，利和同修。信德就能现前。假如
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断，你修布施、修供养，能不能得福呢？能得。你所得的是你的修德，那个不是自性本具的福德，是你这一生所修的。你所修的这个福德能报得尽，也就是能用得尽的，不再继续修，福报用完了就没有。这个是我们很容易见到，在这个社会上太多太多了。他有福报，前世修，这一生没有修，福报享完了就没有了。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，世间人的福报财富是修财布施得来的。你布施的越多，你得的财富就越多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商业巨子、大企业家，他们拥有很大的财富，从哪里来？前世修得的，有许多是有很多事累积的，在这一生当中缘成熟了，发这么大的财，得这样殊胜的果报。可是人呢，享福是个很麻烦的事情，一享福啊就糊涂了，就被福报迷了啊。迷了之后啊，他就不肯再继续修福，而且没有智慧啊。纵然想修福，做一点好事啊，做一些社会慈善福利事业，那修的很小的福报啊。不懂得修集殊胜的大福报，他不懂得。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是修法布施带来的。世间有一等聪明智慧超过平常人的人，这些人过去生中修法布施啊，健康长寿是过去生中修集无微布施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因缘果报的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是真的，真实不虚。修什么样的因呢，得什么样的果报。今天这个社会，尤其处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1998年了，诸位如果冷静去观察，现在这个社会充满了危机，整个世界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说实在的话，无论是你的地位、你的财富、你的眷属，你能不能保得住，谁都不敢讲。
头脑清醒的人明了，过一天算一天，明天是什么样子谁知道啊？尤其现在说到经济，叫泡沫经济。泡沫经济是《金刚经》讲的梦幻泡影。哎，他没有念过《金刚经》，他也晓得泡影，知道这个东西不实在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。怎么样能够保持呢？勤修布施，布施若能不住相，功德不可思量啊！着相的布施是福报啊，那个是有量的福报。不住相的布施啊，就福德变成功德了。佛在经论上常说，我们常常读到，讲习当中常常听到，有没有觉悟？真的觉悟了，赶快干了，不干恐怕了，将来连修复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这一点要清楚，要明白。你看看东南亚现在的一带，许多国家地区币值都在贬值，所以行善布施要赶快啊。哎，你今天可以修100万的功德，再过几天呢，就变成50万了，打了对折了。你这个福报立刻就掉下去了。抓住机会呀，赶紧去做啊，这也是聪明人。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钱财不要放在自己身上，不要放在家里，放在银行啊，放在保险柜，通通靠不住。只有把它布施出去，让一切众生共享，真是福报。永远不坏的福报啊！为什么不把这些泡影啊，这个泡沫的东西，把它变成金刚呢？把它变成永远不坏呢？看看我们在座同学有几个觉悟，有几个真正肯干。真正肯发现我跟大家讲真话了，我不要你布施给我啊，我一分钱都不要啊。绝不欺骗诸位。所以如果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一定要修法布施。现在我们这里修法布施是越来越方便。居士林现在的讲经一个星期7天，一年到头不中断了，天天讲经没有中断的。
你能够介绍你的亲戚朋友来听经，是法布施。我们这边讲经，每一堂都留着有录像带、录音带。你拿这些东西送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属于法布施。何况我们讲堂外面借缘的也书刊很多啊，你每一天来，自己有了，自己不想看了，想想你还有哪些认识的人，他们还没有接触到，可以送给他们，可以寄给他们。劝导大家有机缘接触到佛法，读到佛经，听到佛法，都是属于法布施。法布施的果报开智慧。无为布施里面第一条素食，不杀害一切众生，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啊。然后再能够护生，保护众生，保护社会的安定，保护一切众生生命的安全，这个是属于无为布施。所以无为布施里头有不杀生、不偷盗。余业里面包括了不两舌，这个两舌挑拨是非、斗乱彼此两方，这个罪过很重。为什么呢？都是让这个社会安全安定受到了伤害。所以往往造一种业，招着许许多多的苦报。你看这个业，这个业因后面呢产生的效果。就招来这些苦报啊。所以这个六条我们要记住，六条里面的意思我们要很清楚很明白，懂理论，知道方法，怎样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你一个家庭里面修六合敬，每个人都遵照佛的教诲去做，你的家庭就叫做僧团。僧团诸位要记住，不是指出家人这个团体，是指四个人以上同住在一起，依照这六条去修行，这个团体就叫做僧团。僧是清净的意思，是和睦的意思。这个小团体彼此这个心地身心清净，和睦共处，不分在家出家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也不分任何行业，四个人在一起依照这个方法修，就叫做僧团。僧团的初心一定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！为什么呢？
太稀有了，值得人尊敬啊！你看看我们念三皈依这个誓词啊，皈依僧众中尊，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团体，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这个团体就是僧团，就是修六合敬的这种团体啊，最值得人尊敬啊。这是世尊教给我们的跟大众相处应当是什么样的心态，什么样的行持，都是教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啊。没有讲到佛法了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学佛之前先学做人，先要把人做好。这个三福六合都是做人的根本，做人的基础，从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，这学佛了。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佛把这个整个佛法的纲领教导我啊，戒定慧三学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归纳起来，不外乎这三桩事情啊，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就像这个佛门，你要到佛门来求学，佛把他所有这个教学的课程呢展现出来给我们，今天所说的三藏经典啊，经律论三藏啊，经是讲定学，律是讲戒学，论是讲慧学，戒定慧三学。佛说法每一次无论说的浅说的深，说的长说的短，必定不离开这三个原则。离开这三个原则就不是佛法了。那么后人编辑大藏经，要把这些经典来分类啊，分成这个三类，难啊。怎么个分法啊？每一部经里面三学都具足啊，那怎么分呢？古人只看这部经里面这三学哪一个部分讲得多，哪一个部分讲得重，以这个方法来分。譬如你像我们无量寿经摆在我们面前，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通通有啊。32品到37品就是戒律嘛，就戒学嘛。可是仔细看这部经呢，讲定的比例占得重，分量占得多，把它分在经藏里面。如果这部经佛就是戒律讲得多啊，分量大，定慧的分量比较少一点，那就分到律藏里面去。这个我们
必须要懂得的。任何一部经典都具足三学啊。所以三学是我们修学的总纲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要与三学相应。我们起心动念与智慧相应。与定学相应，我们的言语造作与戒学相应，你这就真的学佛了。佛菩萨念念都跟三学相应，行行都是三学圆满，这是总纲领，不能不掌握到啊！把这个纲领落实在生活、修学之中，这就称之为菩萨的六度。菩萨生活六条守则，必须遵守的原则，六度里面第一个就是布施。布施的意思广啊，布施教我们放下了，放下就是布施，布施是舍，放下什么呢？我们有烦恼，你为什么不把烦恼放下？你有愚痴，你要把愚痴放下了。你有恶业，你要把恶业放下了。你有生死，要把生死都放下了。通通布施掉啊！凡夫好，我样样都放下了，身体放不下，那还是麻烦呐。身体放不下，身体就有的受的了。这身什么身？业报身。要把身体也放下，身体放下之后，这个身就变成自在身了，那就快乐。把你业报身放下，摇身一变呢，就是自在身了。将来在华严里面，我们会讲到十种身。佛有，我们自己也有啊，就是因为这个业报身放不下了，我们的智身、法身、菩提身、意身身，通通都不能现前。你说多可惜啊！果然能把这个业报身舍掉，
如来果地上那个十种身呢，我们也隐隐约约的现前，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，真正的美满啊。啊，所以这是跟你讲不是的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，你就放下了。啊，可以用啊，可以受用，不能执着。啊，决定不可以啊，据为己有啊，那就坏。啊，据为己有就变成了业障。你就在造业，业决定长道，决定长性。聪明人晓得这个身都不是自己，何况身外之物。华严经上菩萨讲，菩萨说，我说我不执着我，我也不执着无所，这就对了。说我是为了表达意见，跟众生沟通啊，一种方便，善巧方便。言语沟通啊，眉目可以传情啊，这都是属于沟通啊，所以你可以用，你不能执着啊，一执着就变成造业啊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功德了，善巧方便。巧是你应用的很自在，善是不着相，知道一切法梦幻泡影，知道一切法无所有，一切法不可证。大般若经上不可得无所有这六个字说了几百遍了。给读的人啊，很深很深的印象。那么这些都是世尊说法的善巧方便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布施的真谛，要知道布施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。第二个是持戒，持戒刚才讲了守法守规矩啊，如果不遵守法度，不遵守规矩，不但佛法世法你想成就都难啊，正是所谓不依规矩不成方圆，我们要画一个圆，要用圆规。我们要画一个方，一定要用矩尺。所谓是依规矩才能够画成方圆，画得没错啊。世间的小事都不能够不守规矩你才能成就，何况出世间的大法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现代人学佛，出家在家四众同修啊，我看大家
很努力，很勤奋。在这里勤学佛法，勇猛精进，睡眠都不足啊！这样勤奋，为什么收不到效果？原因是不如法。不如法就是不懂得规矩。虽勤奋，依旧收不到效果，抓不到重点了。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一条因素。如果我们不将这个因素消除，还是这样继续下去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乃至于一生，依然没有成就，那就真可惜了。其实理论方法都在经典之中，每一天虽然读诵、研究，甚至于讲解，其实没有体会的，没能够其如啊！像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我们做了没有呢？具足无量行愿，我们有没有具足呢？不要说足啊，能具个一分两分呢，就有利益了，就不一样。如果说丝毫没有行愿，你这个佛法没有根，没有本。前面跟诸位说了，三福六合是根本啊，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修学，所以三学六度菩萨万恨全都落空了。起心动念依旧是轮回心，天天造作还是轮回业，这样下去你怎么能够超越轮回？不但你不能超越轮回，你连求往生都有障碍，你都得不到啊！就如李炳老往年所说的，一万个人念佛，真正往生三五个而已。这个法门，古德讲的“万修万人去”，为什么一万个人只有三五个？不如法。不守规矩嘛，任性嘛，那就没法子。任性就是任凭自己的习气烦恼，随着自己烦恼习气流转。这个修学要成就难了啊。第三个条，忍辱，忍辱这个意思
忍耐，要有极大的耐心。世间法越是大的事情，难度越大。没有很大的耐心，这个事情就不能做得圆满。佛法除世间的大事，普度众生的大业，要什么样的耐心你才能够做成功？无比的耐心，永恒的耐心。所以学佛，你要没有忍耐，你决定不能成就。佛在经上把我们人的这些四相归纳为三大类，这个是便利于教学。第一个，人为的加害，你要能忍啊。事出事法，古今中外，几乎都有一个定律，所谓的好事多磨啊。没有一帆风顺的好事啊。这个好事越大，魔障越多。如果你要不能够忍耐，你不是被这回就是退心，你怎么能做得成功？所以要有极大的耐心。这个里头最重要的，要克服自己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所以人为的加害，嫉妒、毁谤、侮辱、陷害，都要能够忍受，要若无其事，要心平气和对待这一些障碍。第二一类的自然灾害，譬如大寒大暑，这个是气候的变化，你要能够忍耐啊。天太热了，懈怠一下，功课不要做了，这个不行啊。应当要修的法，可以停止一下。天太冷了，这个也受不了了，不可以啊。那么包括其他种种自然灾害，都要能够忍受，决定不能够改变或者是减缓自己的修学，不可以，一定要勇猛精进。像我们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老法师
有一段文字，一封信写得很长，给魏锦州居士。这位居士也是在老法师麾下接受三皈依的传授。他遭到了灾难，邻居失火，把他家的房子烧毁了。这个财产呢，付诸于一炬。太太因为这个刺激过世，家破人亡啊。他自己一天到晚的呆若木鸡，一天到晚是痴痴呆呆。有同修把这段事情告诉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写了一篇很长的开示，教导他了。如果是个真正的学佛人，遇到这个灾难，应当要想开，世间一切幻化无常，过去有家有累还有牵挂呢，现在一把火烧光不是更好吗？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得一心念佛决定往生啊，那个念头一转呢，这一把火是好的正上缘呢。几个人在这个灾难里头能转得回头，这个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。高度的智慧在大灾难大难里面是一个逆增上，不但对自己道业没有丝毫的妨碍，反而促进提升，这就正确。忍辱里面第三个是修法，修行时间要很长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有它的深度，都有它的广度，不是短时间能够修习成就的，长时间的修行，还要去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善知识不容易，古时候叫行觉。现在人是朝山，朝山是现在人是观光游览啊。朝山那个意思完全错了。从前朝山是参访善知识，是去求学、去请教的。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在中国古时候最有名的一个参学给后人做榜样的赵州和尚，赵州年岁大了80岁，八十还在行觉，还在到处去参访，为什么不好好的坐下来休息休息呢？因为自己还有疑惑，还不能够断疑生信，必须要亲近善知识，把他的疑惑解开。
清净坚定的信心生起来，他就好，他就可以住下来，好好的修学。所以有疑问，疑是障碍。这个参学目的是断疑起心。是一段很辛苦的工作。要去打听哪个地方有善知识，到那个地方去请教。所以这是说修学的艰苦。再告诉你，断烦恼、断习气，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，都靠忍。你要没有忍辱，你做不到啊。所以忍辱波罗蜜在六度里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这一会上说菩萨六度啊，可是布施跟忍辱说的特别多，分量特别重，那就是告诉你六度里面这两条最重要啊。布施是叫你放下，难舍能舍，忍辱是你自己成就的一个关键，你能忍，后面才有精进，才有禅定，才有般若，它是个关键的所在。如果不能忍，后面全都没有了。那么你前面布施持戒所修的是六道有漏的福报，你修了福，福德不是功德。如果有忍辱，就能把福德变成功德。所以忍辱后面才有精进。精是纯而不杂，静是静而不退呀。你的道业怎么会不成就呢？道业成就了，别多说，一切都成就了。你这个世间上的事业也都圆满成就了。菩萨经不经营世间事业呢？经营他所经营世间的事业，通通是大业。成就自己的菩提涅槃，成就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自他两利呀。菩萨示现在家，身份男女老少，工作各行各业，你要晓得全是大业。你看那个念头一转，那还得了吗？这一转就超凡入圣。凡夫每天穿衣吃饭是烦恼，菩萨每天穿衣吃饭是修道啊。精进而后才有禅定。
我们现在看到有许多修定的人，每一天要打坐，打坐的时间也很长啊，没有看到他得定。什么原因呢？说老实话，没有忍辱嘛，他怎么会得定呢？人家赞叹几句，哦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骂他几句，要气好几天都消不掉，他怎么会得定嘛？所以他在那里盘腿面壁，好像这个样子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盘腿面壁在打妄想，不是真的入定啊！怎么晓得打妄想呢？骂他几句会生气，假的不是真的吧？起心动念呢，还有名闻利养，还有是非人我，都落在烦恼边上啊！与真正修行修道不相干嘛，所以他不能得定。真正得定的心地清凉自在啊！什么是定？我们这个经体上，清净心是定，平等心是定啊。他心清净，心平等了，清净没有烦恼了啊，贪嗔痴慢这个念头不生了，心清净了。怎么平等呢？没有是非人我了，就平等了。有是非人我就不平等，有贪嗔痴慢就不清净啊。所以禅定的功夫就能把这个烦恼不平完全舍掉了，这是定功啊。定功达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开绝了，清净平等后面是绝，绝是般若智慧，般若现前，般若现前功德就成就了。什么功德呢？把那个烦恼妄想执着转变了，这是功德了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妄想执着分别也不是坏事，我们今天烦恼多，妄想分别执着很重，给大家讲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到你这个禅定功夫深了，转烦恼成菩提嘛，那个一转就过来了。你看相宗里面讲的，转第六意识，妙观察之；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。转前五十为尘所作之，转阿赖耶为大圆镜之。什么东西转呢？定功。甚深的禅定就转，这个转就是定中生智慧，就转过来了。如果没有烦恼，给诸位说就没有菩提了。烦恼越多，会菩提越大了。所以烦恼
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担心。啊，到时候转过来无上菩提。啊，所以实在讲，这个佛法里头啊，这个讲真的是讲转，并不是讲灭。如果说把烦恼断掉了，烦恼灭掉了，菩提也断了，也灭了，那个麻烦可就大了。菩提涅槃是什么东西？就是自性般若被那个迷妄啊转变成了烦恼。本来是菩提，因为迷失自性啊，才变成烦恼。现在一觉悟呢，就又把它变回去。就是这么回事情，不是真的断了啊！真的断了，那菩提也没有了，自性也没有了啊，那才是落空，那叫错啊！佛法不是断灭空啊，佛法讲这个空的意思讲得很深啊，空不是无啊，不是断灭，空是有。有为什么说的空呢？有而无自性，没有自体，缘生之法，缘起即空。凡是因缘所生，都没有自性，没有自体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不是没有相，不是没有作用。相作用我们可以用它，决定不能够执着它，决定不能够占有它。你想占有它，执着它，这就错了。凡圣差别了，就在这一念之间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。